let the moon slowly take over all night. The sky's never been clearer than now. Little lights float around, a million fireflies that never touch the ground. I see your pretty eyes light up as they fly away, heading towards town. I've seen a thousand suns, too many pretty sights have crossed my way. You'll always be beautiful, a little boy, a little girl, playing love games in the middle of it all. A little kiss, a little touch, yeah, it's all it takes, no for sure. Auburn eyes, a single bed, staring at the ceiling, slowly lean your head. Put it on my shoulder and I close my eyes, praying for this night to never end. Seen many lovely nights with stars that shine as far as I can see. But you'll always be beautiful to me. Seen many lovely nights with stars that shine as far as I could see. But you'll always be beautiful, holding close, holding tight. Let the moon slowly take over on the night. The sky has never been clearer than now.是这次的目的，好，我们要在这边住两个礼拜，这是我第一次在乡下，就是住有点像民宿的感觉吧。这边是市管理的一个房子，然后可以让就是想住乡下的人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。先简单介绍一下，这边是玄关，它其实这边还蛮漂亮的，就是蛮干净的，没有到很旧。其实乡下旧的房子非常非常多。然后进来坐到他这边就是鞋柜，这还蛮普通的。然后这边
是有放一些杂物啊、雨伞之类的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可能是老人家吧，就是有扶手比较方便。然后进来之后往左边，他这边其实房间还蛮多的，这边是一个空空的小房间，一个沙发，然后大概可以让我们晾衣服吧，挂衣服的地方，电风扇，就是很普通。然后进来的话，这边是客厅，然后有一个小台的电视，然后客厅就是那种像茶几比较矮的桌子，然后这边都是榻榻米。然后刚刚这间应该是洋室，然后这边就是和室，然后这边接的就是厨房，它厨房也算蛮大的，它的洗手台超级大的，超宽。这边的话是就是炉子的地方，它里面生活用品都会有，像洗碗巾之类的，还有刀子也会附给你，还有一些锅具。这个还蛮方便的，就是一些筷子汤匙，然后还给我 IH 炉跟烤吐司机，真的很家庭。然后后面的话是有桌子跟就是放厨具的地方，还有冰箱跟微波炉，这边的话都可以自由使用。然后也有那个煮饭的跟热水壶，然后垃圾袋跟就是垃圾桶，就是要自己分类这样。它其实这边就是跟一般的日本家里，就是日本的家庭是差不多的。客厅的另外一边也是一个小房间，一个小小的房间。那接下来我们去厕所好了。其实从厨房的这个门进去也可以，或者是从刚刚玄关之后往右边走也可以。然后它这边的话就是室的人他们放一些那个那叫什么棉被啊、枕头之类的给住在这边的人用。对，然后这边又有一个房间，啊，这边房间好多，有两个房间。然后这边的话之前住在这边的人，就是他们搬走的剩下来的。然后因为这边是乡下嘛，其实有很多那种空屋，然后都会给市管理，那如果看有人想买啊或者想住的话都可以。这边也有，这边也有那个放着那个棉被。这间房子真的蛮漂亮的，就是保存得很漂亮的，而且味道也不会就是有什么异味，就是木头的味道。对，然后这边就是刚刚说的厨房跟客厅。那接下来这一个是厕所，就是很干净很简单的一个小厕所。然后那个就是外面的门，一般人都会把它设在那个厨房，就是很像台湾的那个厨房跟阳台会通的那个门一样，因为日本一样就是就会用这个门，然后外面就是放垃圾这样。但他们家的比较特别，比较有一点点远。那这里的话就是浴室，就是日本的话他们会叫什么脱衣间，就是边是洗手台，然后
后这里是放洗衣机的地方，反正就是有关水的，会使用水的那个动作都会放在同一个地方，会一体成型。然后这边就是浴室，这浴室也算蛮大的，还蛮干净的。然后出来之后，这边他们说有放一些生活备品，卫生纸还有毛巾之类的，有需要可以在这边拿。那我目前会在这边暂定住两个礼拜，还蛮期待的。然后因为这边的话离就是濑户内海很近，然后所以海鲜也非常的多跟便宜，这两个礼拜应该会狂吃海鲜吧。那今天的介绍先到这里啦，我对这个房间基本上也是不熟，所以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在这边生活的一些 vlog。 整理的差不多了，好，因为今天很累，所以我们晚餐就吃泡面，然后还有这个是炸章鱼，然后还有这个寿司，然后就买了一些生活用品，像免了早餐之类的。其实还蛮便宜的，像这个水啊只要60块日币，超划算。然后这个也很特别，这个是明治的，而且是四国明治，不知道什么不一样。然后这个也很便宜，这个一桶才980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就10颗，这样10颗是980日币，超划算。然后买了2公斤的米，大概是2个礼拜的份。然后其他就是买一些零食饼干的。然后蔬菜的话，我们只要买一包这个高丽菜丝，因为我们想要去今天去的那个小洲那边的蔬菜会更多且更便宜，所以蔬菜的话打算可能明天会再去一次吧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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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